今年是2024的过年，那我们现在在龙年，龙年，大家快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看看我们吃什么？看看我们吃什么？这边牛肉，鲜牛肉的姜母鸭，然后这边还有猪肉的，年有鱼有虾子。狮子头，还有蒜泥白肉，这个是冷盘，干贝跟香肠，这个是鲍鱼，耶耶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举杯，新年快乐。